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注意自己的样子的。我叫 Joe， 人人都叫我做肥仔。你不是今天早上也在班上的那个？干嘛不理我？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切，又话睇你表演。切，都唔系我杯茶。你是我这里交的第一个朋友哎。可能是没有人愿意跟我这样的胖子一起玩啊。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很好啊，为什么要那么注重外表呢？我冇谂过喺我人生里面会出现一个好似你咁嘅女仔。有一个方式系咪？你可以试到你究竟中唔中意啊？咁仲有咩会出错呢？圣诞老人。哇，拍戏咁样嘅喂。